其实我这是几十天了，可是就是年前慢慢的不起，慢慢见少的都是不了都不起。但是你这投币又不好，这不想起，或者钱喝汤，哪个以前带也买搞个么，做这么的事带一包多。有没病吗？没带病，俺娘还是检查的，没带病。 好久不相信，到现在还有人不相信呢。不晓得的都不相信。你这个连心的时候，问。去，大病院子。他就好多年不去贩卖，不是专门卖。当时我也不信呢。 没了，这看着他冒气的，这不这是认的了。他喝茶、吃烟，那是他的习惯。吃饭，那我就不信，他习惯吃。你一直是。 烟了，知道的，哎，小便没得大便，反正他好早就没去完，不是去喝茶、吸烟。你晓得你自个不去办的是么原因呢？我也不晓得嘞。 我也不晓得么原因嘞。这个人啊，需要进食能量，对吧？需要能量补充。你所进的饮食啊，都转化成能量供你身体需要的。但是什么都没有的话，人不喝水的情况下，那还基本上几天人就不行了。你要12年不吃不喝，那只喝水不可能，还完全不能想不敢想象这个事情。